PowerChoice Collaborative Decision Support Software， 多准则协同决策支援分析软体具多重系统功能，以多层级分析法为基础，搭配三角模糊数理论、折中排序法等方法，并配合前端德尔非法以其提高系统性效度，确保决策品质。目前国内部分客户有 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、桃园市政府消防局、中山科学研究院、国泰市华银行信用暨作业分管部、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基金、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、国防部空军司令部、工研院福科中心等。欢迎下载试用版。